我知道啊，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好聊的。花泽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跟山菜在一起了？不是吧，类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害朋友感情的事啊？类，你不能因为失去禁主失去理智了吧？你找个别的女生也就算了，但山菜可是阿斯。进门。阿斯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道明寺的兄弟，阿四。你真的要因为一个女人破坏我们兄弟的感情吗？破坏我们兄弟感情的人不是我，是花泽类。 前几天的笔记有记吗？有啊，记了的话一会儿借我看一下。我前几天打工太忙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多米斯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走吧。 是不是很像阿斯的表情？现在应该就长这样。嗯，不对，我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我觉得他的眉毛啊，就像蚯蚓一样姿才对。而且他现在气得火冒三丈的，一定要多加几个生气的图案。画的挺像的。没办法啊，他生气的样子，我现在都还记。 要不是我去海滩找你，就不会发生那些事情。你跟道明寺也不会决裂，都是我不好。